家购买本公司机器。这是机器的配件，这是机器主身，这是白色等离子手柄，可以配合三个不同面积大小的配件。这是金色等离子手柄，可以配合四个面积大小等离子配件。这是我们可以用的脚踏。首先仪器收到完之后要先安装。安装的时候可以根据上面的孔位去插入到我们相应的孔位上面去，四、五、六，中间这个是四，左边是六。右边是五个，插上电源，打开电源开关，变成红色。再开前面圆形开关，进来我们会有两种模式，A 是自动模式， M 是手动模式。自动模式进入，上面可以选择我们两个不同颜色的手柄。首先，这里是我们工作的一个作用停留时间，可以调节，根据客人的承受能力来调，一般可以先从一开始。右边是能量，也是可以根据顾客的承受能力来调节，也是先从可以一开始。根据客人做的面积大小不一样，来选择我们三个配件。如果是小部位的，可以选择最小的；如果是大部位的，可以选择大的。直接扭上，我们手柄上面这里907是它剩下的寿命，右边这里是它可以调节的一个能量，可以直接在这里按开始、暂停，或者在屏幕上面开始、暂停。当我们按开始完之后，我们可以直接贴着皮肤，我们既可以定点，又可以滑动。定点也可以，滑动也可以。如果我们操作完之后按暂停，主要是用来消炎杀菌的。金色的等离子既可以消炎杀菌，也可以提升紧致，也可以用来做祛斑，都可以。那我们选择的时候选择右边，这是它的能量作业时间调节，还有能量大小调节，寿命、剩余时间，还有它的能量停留作用时间。如果我
们是做雀斑，那我们可以选择尖的头。如果我们是想做颈字，我们可以用圆形头，也是直接安装。手柄上面也可以直接按开始，出现一个小闪电，证明是可以操作了，也可以暂停，也可以在界面上面按准备或者暂停。当我们准备好之后，对准我们要操作的目标，每个地方尽量不要超过两秒。稍微移动一点，这个不用直接贴住皮肤，这个稍微离开一点点。操作完之后按暂停。如果我们是想做于脸部提升，那我们可以换。换圆形头，按准备。那如果我们是用来做提升紧致，那我们的皮肤上面可以稍微涂一些介质，比如说凝胶、原液、精华都可以。如果客人没有感觉，我们都可以适当的把能量加大。当我们想要加能量的时候，记得一定要暂停。这个可以贴着皮肤打圈向上走就可以了。如果我们不想要做提升，用来祛斑祛皱的话，我们可以不用涂产品，也可以直接是稍微服一点点，服贴一点点，这样子去走动。但是这种感觉的话会比较痛一点啊。好，操作完之后的话呢，按暂停返回。那我们这里会出现一个脚踏，脚踏的话呢是在我们手动模式的时候用的，它的调节跟刚刚的调节方式都一样，但是的话呢我们在作业的时候要脚踩。比如我们用到一个白色的等离子手柄，我用来做消炎的时候，我这里的能量都调节好了，那我按准备。我贴住皮肤它是没有能量的，我们要脚踩住脚踏它才有能量。那么我们也可以定点式，这样子定点式也可以滑动式去作业。同样的，我们金色的等离子手柄也是一样的，如果你想要去痣去斑，或者说我们想要做提升调节，还是按刚刚的调节方式，那我们的话呢是直接踩脚踏的，我们也可以不用按开始，也不用按暂停，就脚踏控制，先贴好然后脚踩。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模式来进行操作。返回操作完之后呢，关掉，
按键再关后面的电源开关就可以了。